从座位甚至坐满走道的民众传来了满满掌声，为的是知名演员梁祖云，也是放眼生活学演说品牌创办人，日前受邀来到丰原湖敦文化中心主讲流利表达，演活你的精彩人生。现代人很多情绪问题、睡眠障碍，或者是有很多没有办法排解的一些心理的状态。那当然我不是心理医生，但是我觉得可以就我自己的经验，以表演的这一个放眼生活学的这个角度，让大家在 fun 就是有趣味，演就是演绎好自己的人生，对，它就是一个人生哲学。那所以它从很多的方面，从说，从一些动，从一些模拟，然后当中可以跟大家互动，也希望大家在平常尤其是在情绪的管理上面，那情绪的抒发方面可以得到更多的一些正向的方式。梁祖云举例说，像是大家都误会直率的意思，直率不表示你要无理去践踏别人。比方说最简单的，我们就说服务业常常发生争执的，然后你可以说啊，小姐不好意思，我现在我觉得我点的这个餐先有点问题，是不是可以麻烦你帮我过来处理一下，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状态。那处理的人也应该说啊，是吗，那到底什么状况，我可以先清楚的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，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我怎么做。但是现在很多人就是，小姐你这餐厅是怎样，这道菜是怎样，他说怎样，那我看一下啊，就是你知道这种你听似好像我们可以说，你也可以笑着讲，我不知道怎样啊，那你要讲啊，你要怎样啊？但是这个怎样怎样，他没有在一个重点上，没有在一个很应该说很有礼貌，或者说很替别人着想的状态的时候，那这个说话的沟通就是不成功的。一转他刚刚同事朋友讲话的时候，哪有啊？我就有点吓到。演说中，梁祖云以极为丰富的主持、表演与演说经验，发挥声情并茂的魅力，从上台声音与表达的音调、音速、音量与声线，到掌握眼神以及气场稳定的说话层髓，善用声大脑、呼吸、图像笔记法等，完整传授大师说话学，让上台新手可以从零到一，老手也能功力大升级。